拜拜。拜拜。喂，魚蛋好肚餓啊，不如食啲嘢哦。行開去食嘢先啦。飲茶咧？梗係要啦。Let's go。在廣東的飲茶文化入邊，我哋同家人朋友透過喺圓形餐桌上邊分享傳統嘅茶水美食，以飲食文化建造咗彼此交流分享嘅機會。而早喺美國70-80年代，喺黑人貧民區入邊所興起嘅街頭文化，嚟自唔同嘅地域、種族、膚色嘅街舞者，透過 circle、cipher 化解咗彼此嘅矛盾同埋衝突，並成為咗好朋友。喺唔同嘅時空同埋地域。包括圓形配合了創意的想像和生活的實踐，同樣都是帶出了人與人之間的愛和關懷。其實我們想講酒樓的點心文化，就是應該由一盅兩件開始講起。其實一盅兩件就是以前的人他上班為了吃飽個肚而吃的早餐來的，一壺茶，一碟點心，其實就夠他們醫飽個肚趕去上班了。你知啦，一個人坐又悶悶地，所以大家就坐在一起，我們這些就叫搭台咯。有時候有些親朋戚友一起吃下飯聚下夠，圍了一大張圓台，叫很多點心一起，你教下我，我教下給你，一起斟下茶，互相問候長短，這些也都是我們香港人所謂的飲茶文化咯。哇！我都好耐未飲過茶啦喎，乜以前啲酒樓唔係大龍大鳳紅當當咁嘅咩？乜而家點解好似成間酒店咁樣㗎？以前嗰啲酒樓啊，的而且確係紅卜卜㗎，好多處咧都雕滿曬大龍大鳳，好古色古香㗎嘛。但係你知潮流變咗㗎啦嘛，而家咧好多年青人都好抗拒去呢啲咁紅卜卜嘅地方，所以啊，而家呢一種新潮式嘅酒樓啊，的而且確俾一啲年青人咧帶嚟咗飲茶嘅新驚喜啊！講真啦，我都好中意飲茶，但由於工作嘅關係，日夜嘅顛倒，令到我想食粒燒賣嘅可能性都冇。哦，呢位朋友，你會唔會勾咗啲咧？而家飲茶咧，咩時間都飲得噶，仲有啲地方叫飲茶專門店添，專門就係為咗你哋呢啲年青人吸引你哋嚟。佢哋咧仲係用一啲創新嘅點心啦、好味嘅點心啦、懷舊嘅點心啦，應有盡有呢啲咁樣嘅點心專門店，而家24小時都有營業噶，乜你未試過咩？好多謝你啊，卡文今日抽咗咁多寶貴嘅時間去介紹香港嘅飲茶文化俾我哋認知。嘿，唔使客氣啦。聽完你講，我覺得由今日起我都要學多啲飲茶新知識。Yeah！ 即係而家誒喺香港嚟講，嗰、那個飲食文化開始都會變咗啊！即係夜茶個變咗，以前飲夜茶就可能喺香港嚟講係唔會出現嘅，但而家因為呢個年代會嗰、那個潮流已經係變，變咗飲早茶變咗係啲老。即係覺得後生仔覺得飲夜茶佢哋嘅專利咯，即係飲早茶啲係稍微年紀大啲嘅一個專利。然後而家飲夜茶，佢哋覺得係多元化嘅消費變咗係，佢唔覺得話去茶餐廳食一碟碟頭飯，即係可能你飲夜茶嗰時會俾一碟食一碟頭飯會多10-20元，但係你會選擇會多咗幾樣嘅選擇喺食點心嚟講係嚇。